面会有人漏掉。未中奖，一扫描。哎，中了！中了！屁呀！多少钱呢？我是说真的有啦。我中了。啊？漏掉了吗？挖完不被丢掉吗？我底下谁挖布啊？这的话教你一个 paper 啊，人家这个都挖完了吗？这里面会有人漏掉，这真的扫得到吗？未中奖，继续扫描。哎，中了！中了！屁呀！多少钱呢？我是说真的有啦。中！啊？漏掉了吗？挖完不再丢掉吗？都大家不要的不是吗？我底下谁挖布啊？我底下谁挖布？我们公司哪里？都在头上，我看底下。好了，没事，这样给他就好了。差200块，那是200块的爽成这样了。然后我们再稍好看了。都会没有。哎呦，中奖了！他不会是三百的，你那个奖金是300的，他没有几百钱，几百钱嘛？他原来里面都他的哦。还有你的，啊，你太瞎了吧？当你啦，我换句话，我塞沙巴，然后要不要等他走了再比？算了，不要比了。你知道为啥？因为如果是2000的，他们会很认真；可是如果你买了100、200、300的，刮过了他们就过了。中奖不要太高兴，默默的拿走就好。我们刚才就太兴奋了。那你要先回去了哈。你再要走了。好，我去，还在刮。哇！200万，我们来看可以挑几个。我没有看过这么多钱，所以你们都大奖。这2000万一定在里面。画面好，对不对？有多少？200万。哇！中不多？够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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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！还有。够够够够够够！哇，3000万。200万，我们来看可以挑几个。我没有看过这么多钱，所以你们都大奖。我想中奖千万，现场的我一人就发5万。好耶！我想我呼吁线上的 YouTube 玩刮刮乐，要拍影片，要拍个10万、20万的，要这么大一点好不好？嘿，我的2000万一定在里面。真的是土豪式刮刮。跟你讲，最后一个我就2000。你这让我中2000万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你这辈子我养，好不好？你也可以做到。你说要养很多人，我的财力应该可以养多人。说到要做到哦。你就直接搬来我家了。刮刮乐的那个几率学来讲，他们就是只要出小奖，里面就没有大奖。那如果真中大奖，就是一刮开，就是直接一个200万或100万。1234567890，哇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2000块，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就是2000块。21、22、23、24、25个200，5000。哦，5000块，哇，耶 ，lucky！ 我不知道后面挖什么，你们要知道我是买100万，这张就是目前最大奖，几盘抽？像目前这边刮8万块嘛，然后中10万多，再倒赢2万，我现在只刮 QR code， 很多人不知道 QR code 是干嘛 ，QR code 是这样子。然后这很方便哦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你买很多刮刮乐的话，你可以去彩券行直接给他扫，或者是拿手机台彩有一个 APP， 一直扫就知道中多少钱了，你就不用全刮了。像目前这边刮8万块嘛，然后中10万多，再倒赢2万，完蛋后面会输。但目前这样算是赢钱了，总共504张，所以这边只占1/10。如果1/10就中10万，如果照正常规律来讲，那我们好像会回钱，会超过100万。真的假的？好棒啊！但通常绝对不会是我想的这样，所以不用太大期待。100多万就在这边，好不好？买过机器，走。电脑都可以让他们两个刷，刷这里吗？对啊，不是啊，对不起。好像都有中哎，都有中。这前面好像，这样就是没中奖。看这画面好可爱。哎呦哎。那长得跟那个不一样，你看是连三没中，还是连三中？好了，交给他们了。总共我们刮了504张，先跟大家讲最恐怖的大奖，最大奖5张10000块，504张中5张10000块，听好哦，345张有中奖，154张是共估，总共刮到68万2800块。
所以这样损失30几万，我今年绝对不会再刮了。好，那没关系，但是做公益嘛，好，大家开心就好。又好玩吗？我没有刮到大奖。哇！立即彩券收据，所得税20万，净资80万。耶！领到现金啦！哇，爽！舒服。我跟各位讲一下，在银行内部啊是没办法进行。老板，我一张报告了，5号的。好，谢谢。现在我刚起床，要去兑奖我们的100万。哇，好兴奋！今天非常累，因为要兑奖100万是太早。哎，喂，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啊，因为我刮刮乐中100万啊，我要怎么兑啊？如果说中奖金额是5001元以上，500万元以下的话。全省的中国信托都可以做兑奖哦，全省中国就只要去银行就可以就对了，就中国信托的银行都可以做，应该就是这么简单哦。他好像是有写说500万，500万以上才要预约啦，对，应该有别的管道之类的啊，可惜没办法带大家去看那个管道，我也蛮好奇，希望我今年可以中超过500万以上。刚才兑奖我们的小奖啊，16200，200块拿去买大乐透，听说很容易中一亿，就每天我看台仔都说有人中一亿，我有一亿的话，马上兑高额奖项给各位看。哇，好爽啊，好多，好，确定，我们现在支票在手里，中国信托，新台币80万。我们还有这一张，立即彩券收据，所得税20万，净资80万，来支票80万。因为这边在马路太吵，所以我们详细回去再跟你们说。出发，出发，可以，耶，领到现金啦，爽，爽，舒服。那我们的流程呢，是我们拿彩券跟他换，扫下去100万，被扣20万，然后我们实际领的金额呢是80万元，因为是开支票的关系，所以会给他们150元的费用，也不用开户，就可以直接跟他拿支票，然后去你的银行兑换现金，它是即期的。500万的话呢，是另外在预约专线啊。我现在是没中，我现在是中了，一样公开给各位。哦，这都是一间神秘的小房间。对，我也没去过，不知道有没有咖啡甜点的跟美丽的银行之类的。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只能在柜台然后换这100万元。那我一开始以为还会扣一个印花税，在网络上听说好像10000还是4000元，可是我们选择支票关系就没有扣了，所以我们实拿是79万9850块。然后刚才去兑奖那个刮刮乐的时候又多了500元，所以我们总共换了816200元。哇，拍手啊，这国宝越厉害啊，舒服，超爽，超爽的。在去换现金的时候，一直要被请去 VIP 室，是理财 VIP。哇，这个哇香香啊！我祝各位在牛年都刮刮乐，时间到了，已经出了3个5000了，老娘中2000，人家中了10000，人家中2000，我们全部都1000，来这边领奖领奖，来，等等等等等，好几个5000块，大家都在领钱，我心在滴血，一样到我们，建工一路186号，老板这边他开3家店，宝山一家，这边建中路、建新、建中路有一家，哎，三家。建工一路186号，对，对，然后祝福我们董事长跟龙龙行大运，好运龙来，啊，顺利的开出头奖，开出刮到大奖。对，那天啊，没有福报，周慧敏，那天昨天早上打电话给他，问他们去店里，结果没有了，结果那天去。别家五口爽了50几万，哇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可惜错过了。对，但是一样会继续来，好，鼓掌啊！好，赞赞，都刮刮乐，时间到了，来，让大家刮到有哈，共估有再补一张哈。老娘没等到老娘，好，没中再补2张，老丈人丈母娘没中，再来，5000，已经出了3个5000了，来来，老娘中2000，人家中了10000，人家中2000。
来，我自己先来兑奖了，来，来这边领奖领奖来。等等等等等，好几个五千块，大家都在领钱，我心在滴血，但是开心啊，一年一度啊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来，我二姐中五千，我们一早来就为了幸福的员工，除了补品以外，还有小红包，赞。